万华的小孩，然后小时候就在这边生活，所以我会很好奇说这边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大家好像看起来好像很认识万华，大家都来过，却不太了解它带给我们什么东西。不管以 B2 或者是Bopiliao来说，它跟整个地方所呈现的万华在地的特色啊，然后文化氛围，或者是说在地的产业，然后似乎都有一点点衔接不上。其实资源投入在万华的很多，很多局处都有，但现在最大问题其实就是资源会有重叠浪费的情形。我们看到问题点就是它缺少一个就是长期的对于万华的策略。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来万华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印象，比较像是一个猎奇式的观光式的看法，所以也很刻意在引导说，就是万华这个地方的特殊性和这边的这个旧市区的古老文化，它有它的价值。就是万华之于台北的话，它就是一个起点 ，OK， 是一个最古老的、有历史的。那如何去开拓这个起点，以区为单位来思考各区它本身的特色的经营，那万华的命题关键字又是什么，比方说历史悠远的，或者是在地的，就是高龄化或者是多样性的一个，你知道有多种产业在这边发生，然后有文物保存、传产、传艺的保存。其实今年的议题，我们把整个焦点放在了万华这个老城区。我们都一直希望能够将比较新的创意以及新的设计内容导入。那包括说，不管是当代工艺或当代艺术，怎么样透过转化的形式，能够进入到老城区与当地的居民互动。对我来讲，工艺我觉得是大家会喜欢的，比如说生活的物件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可以去反映到不同年代的生活的状况，所以我其实蛮想要就是 focus 在就是专注在这个工艺这个上面，会有怎么样跟这个环境的脉络有一些关联的内容。大家看到发现到万华的一些价值，很正面的东西，应该是要呈现出社区资产，去运用社区的资源。我们这一组大家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地的老这件事情的价值，另外一个部分是就是万华的人情味特别浓。年轻人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怎么样提供他们的专业，他们的力量，然后他们的服务，来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哈，一个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的生活圈。那我想，那个老而有尊严的，会变成我们这组的这个目标。我们的想法其实分的是，比如说 DIY 传产的保存，以及我们要怎么样让剥皮寮虽然是不能用商业用途，那作为教育方面，它可以怎么样去让它更多元，更多人去了解这个地方。感觉到主办单位其实非常的努力，想要让在地的声音能够透过活动被听到，譬如说讲师的安排，或者是第二天的那个讲者郑中龙先生，他也是万华人。其实我也看到主办单位的用心，他在思考这个议题，如何让完全不熟悉万华的人在两天之内如何熟悉这个地方，并且产生一些认同。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它的深度跟广度都是够的。如果要讨论蒙甲和万华的议题，为什么我们不就直接到现场去呢？我觉得亲身的经验是非常的重要的，能够让学员直接到当地去
体验当地的环境，体验在地的文化，体验当地的居民，体验一个老城区它如何在经历一个城市转化的过程。所有的学员们其实在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寻到他们所需要的讯息，那这样的改变呢，我们也看到了很棒的成果。这个过程里面更重要的似乎是对于土地的了解，从了解深化，然后进入探讨每一个参加的学员他之后所带出去再继续扩散下去的能量。年轻人不应该只是文青，而是他真的可以对这个社会发生一些真实的改变。那我想 Idea 台北就大概证明这件事情。